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八字实战讲座，我是主讲老师张伟光。这节我们讲一个公司欠发工资秘密，男命出生的农历啊，这个时间，这是早子时，子时很重要啊。大家在遇到子时的时候，一定要分清到底是哪一天的子时，不然那会影响的准确度。癸亥的阴年啊，男的阴年出生是逆行哈，从本日逆数到上月月令，共27天40辰，27除以3为9。这个等我就不说了，大家应该都会。第一步是不是还是看那个月令啊？然后那个道貌帅啊，看看，火生土，土克水，这两个可以看。木克土，那它可以消失，看里面哪个吧。它呢，还剩两个对吧，原来是三个嘛，加一减一再减一就是两个，土生金啊，土来生，还有个癸水，还有个子水，这是一档，相对来说同档力量大，所以说声望对吧。哦，这个不是什么，我看看这文字介绍吧。哦，对，还不是什么，这八字比较特殊哈。大家看这个丙啊，丙辛是有合水的迹象，这个丙啊并不是说完全来生尘土，就说丙它还有一部分力量，一档的力量，比如我们看见0.5个，那它只能看见1.5个，是不是？相比来说那个一档力量还多啊。大家那个看文字介绍吧，看他那个断的思路，没有考虑一个事情，因为就丙辛相合的问题啊。大家看，主要是丙辛相合，丙不并不是完全生尘土。当时给他断啊，因为是那个身弱嘛，身弱的话，14年预测的是癸丑大运甲午。大家看看这个午是不是生辰土，这不就是官身偏硬嘛，官印象征身弱了，不是当官嘛。我们说你是上班的，今年升职了，他说刚升为副总。三月份有好消息，为什么三月？三月戊辰嘛，印出现的时候，这个月好消息，这个月被提拔了。但今年财运不好，公司效益不好，自己判断失误，上当受骗，会让自己破财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甲是克这个印的，财克印就是要破财，而且自己就是自己因为自己那个想法的一个错误啊，一个那个就容易被骗，容易就是破财。他为了那个资助公司呢，把这些钱取出来，然后资助公司，结果呢付了很多钱。你看啊，正月丙寅，二月丁卯，三月戊辰。寅是克这个印是不是啊？卯是克印啊，克印不好。然后辰月呢又分值是吧？因为甲克着戊，这个戊辰月不分值嘛，这几个月都不好啊，这几个月那个工资都没发。这个月当预测是庚午啊，下个月是辛未，说这两个月好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比肩劫财嘛，可能有收入。他说公司要卖资产，可能会发工资。